观众朋友，今天的公演到此结束，现在你们可以开始填写你们手上的问卷，你的鼓励以及指教将是使我们前进的最大原动力。在这里要跟您告诉一声，明天七月五日下午2:30，在嘉义铁道艺术村将会有一场替代交替艺术的诡异行径的展览。参展的艺术家有张志平、林床迪、李耀生、王建凯、何晃建、中国人陈昭安等艺术家，希望你们能够莅临演出。没有明年，谢谢大家又来看我们的公演。那我们现在为您介绍角色，这位是饰演豆花婆的许志毅。这是饰演大儿子的谁啊？林凯。这位是看起来很可爱的林玉霞。这是饰演谁啊？不熟吧？这位是二孙子很黑的蔡宗义先生。这是有型特穿的吉他手，谁啊？九。这位是饰演很多角色头很小的蔡文慧先生跟战士小姐。这个是新竹的国舞台主任阿凯。这位是饰演母子聚在后面很辛苦乱叫的冯波远。这个是非常辛苦早一觉早到6点来睡觉的小郑。是也是很辛苦，演员都在这边，道具都在这边的周舞台主任张卫兵。这是我们不像女生的女生的灯光。好，这位是2003前女乱长。这位是友情客串吉他社社长高成士。这是我们辛苦的灯光发喽，大家好。那现场各位观众有什么问题，现在可以尽量发问。哦，各位观众，我补充一下，现场如果没有拿到 DM 的 DM 看问卷的，在哪里？请找那个收问卷的人员。请找收问卷的人员。DM 就是，现场所有 DM 同学借我一下。就是这一张牛皮纸印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可以去找票人员了。就是这一张，谢谢。那我补充一下，刚刚忘记说，感谢摄影社的同学帮我们摄影，还有感谢吉他社的友情客串，谢谢他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开场。那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希望各位观众回家的时候路上小心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是失败的。如果没有笔的，也可以到舞台的右边来拿。你在缴械，缴械。阿诺。先给我们有讲的，然后来换你们用你们的时间来跟他们解。想出来再发哟。你写问卷的话，请今天我们新手做新人，新人需要需要笔的可以来这边拿。那个摄影展，需要笔的可以来这边拿，谢谢。不要，不要给你拍。摄影展的，你讲。应该是不用笔，我才不用这个找麻烦。就不用。他们这个找。我们拍到这边，讲一些感想吧。好爽啊！你觉得我找不到你们社员呢，在哪里？开玩笑，你要跳我的跳啊！